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在这个玉兰茶园啊，宜兰县大同乡玉兰茶园，这里有很多好喝的茶。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这个太阳能发电车？今天带大家来到这个玉兰茶园来参观一下太阳能发电车。今天太阳肯定是很好的，一定可以发出很好的电力。对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上面有四片太阳能板就可以这个发出4度电。那这么好的天气，大家可以发5度电到6度电都可以。我们这个地势又比较高，然后四面很开阔的地方，一定很适合安装太阳能板。所以各位好朋友，如果你们有这个铁皮屋啊，后柜屋，我非常鼓励安装太阳能板，因为这个夏天来了，这么的热，用太阳电来吹冷气，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子跟 idea 啊。那我鼓励各位啊，赶快打电话给0709771352246，安装一套属于你自己的太阳能发电板，谢谢。